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基督恩典中心，感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有几项的报告要向大家报告的。在10月3号当中呢，在我们的聚会呢，我们有婴儿和孩童的奉献礼。若父母们，你们有意将你们的儿女呢奉献给我们的主的话呢，你能够在10月27号之前向我们任何的一位同工来到报名。你家的孩子和你是否也面对以上的问题呢？你是否想要寻找一个适合的方法来到解决呢？治疗由家开始之关系的互动是一个亲子讲座会，它能够帮助你呢探讨并且呢找到解决的方法。讲员呢是巴瑟菲比，他是一位呢非常有名和资深的婚姻和家庭治疗师。日期呢是在11月2号。时间呢是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，费用呢报名费是20令吉。如果你有意报名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的书摊来到报名。各位父母，你的孩子报名了吗？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过个有意义的假期的话，就不要错过2019年的儿童假期营。如果你有任何询问的话，你可以到摊位来到去询问，在那里呢将会有很亲切的老师来协助你。赶紧为你的孩子报名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们教会的动态，你可索取一份月刊，或者呢，你也可以更多的关注我们教会的社交媒体，或是浏览我们教会的网站，以获取呢更多的资讯。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周，谢谢大家。